野马一样的女人。我前任丈夫大我11年半，当时我都有问他，我都未结婚，应该签离婚协议呢？我离咗婚，自己是很清白地回嚟香港。脱缰的人生，其实我而家呢个婚姻都是冲动的，跟住我哋够嘅先去就结婚啦。浑身野性几时先安定？当时想过是在35岁之前生4个小朋友，那些椰子对 sex 有帮助。周深申请献婚姻5重奏，星期日晚9点半 ，Feel TV。